吃饭，韭菜。冬瓜，猪蹄啊，姐妹们，我们家这个木瓜丝活动来了啊，活动来了，每一单减八米啊。摸一个粉，好多姐妹她问我这个是什么。什么菜都是洋河，麻辣猪蹄，吃饭啦！今天吃个香椿芽，对，叫好多姐妹说，这个冬冬天香椿芽，一年四季吃。这个小鱼，香辣木瓜丝，婆婆买的烤鸭，
下不干饭学了，给他们看没？看没去了。拜拜。来，今天吃个螺蛳粉啊，这个是何味方螺蛳粉啊。 39.9发9袋，然后有两种口味啊，加麻加辣和经典原味的，还送一桶酸辣粉，到手10件啊！39.9袋螺蛳粉，再送一桶酸辣粉，一起到手10件。 非常划算。
这甜甜好吃。拜拜。来，姐妹们，你们最爱的木瓜丝来了啊，活动来了，每一单减8米啊。喜欢吃的姐妹们抓紧时间去拍一单啊。上次做了一次活动，然后有好多姐妹说拍的家比较爱吃，然后很快就吃完了，然后都催着我赶紧做活动。吃的特别脆，我们家的木瓜是不怎么碎啊，刚刚新开盖的给你们看过了，特别脆。这些是27.9两瓶啊，今天19.9发两瓶，每一单优惠8米啊。那是我平时吃饭那个碗，大碗。拜拜。